大姐。不吃鱼的有桂花鱼的可以，桂花鱼本地桂花鱼。桂花鱼的。啊，这个能的很。桂花鱼多少？那十二块一斤。味道好得很。这个你抓的过来的并不是很好吃，真吃就吃红烧吃的好。鸡的呢？鸡的吃啊，不穿的吃多。啊，这边的鱼嘛。那炖干净了，还有三条，一、二、三，一下。好吃的呢。啥德子啊？43块啊，啥德子？哎，这个是大水库里面的，几百亩大水库里面，全湖里面都差不多。差不多接近6公斤，接近六公斤。能给我切片吗？我破片了，我们那个刀子现在推不动。啊，这样就行了。啊，可以了，这样子可以了。30块钱，啊，
好，后面把豆腐辣，现在把它捞了。